中国民间把约6000年前的神农氏奉为中草药的始祖，连中国南方卖凉茶的铺子里都端端正正地贴上一张神农的画像。但是当代考古以及专家的研究发现，却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中草药的发现及使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至少可以追溯到10万年前。一切都是自然发生的，就像生命本身。原始人类最初在采集植物充饥的过程中，也开始发现了植物药，或许这些药物给他们带来了刻骨铭心的痛苦。有专家认为，在10万年前的许家窑人就知道了哪些果实是能吃的，哪些是不能吃的，哪些吃了以后会呕吐、腹泻或昏睡。但他们还不能把人体的疾病与药物直接联系起来，这个时期被称为植物药知识的滥觞时期。世域人山顶洞人时期，我国先民开始对医药知识留心起来，对某些效果强烈的药物已有所注意。严建民先生在《中国医学起源新论》中指出，我国真正能够比较多的将某一植物与某一疾病联系起来分析的，大约在8000年前的万年仙人洞时期、裴李岗时期和稍后的仰韶文化时期。因为那时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接触更广，他们已经理解贝母与喘息、盐胡索与胸口疼、大黄与腹泻之间的关系，而且人们的这些认识也能以口头医学文化的形式向其他人传播。在7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一大堆人工采集的樟科植物叶。专家认为，樟科植物中有不少种类属于药用植物，大概河姆渡人已经懂得运用这些药物驱虫治病了。从5000年前的龙山文化至夏商文化，约1-2000年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阶段。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化雏形开始在这个母腹中躁动，而中国的植物、动物、矿物药知识在这个阶段有了非同寻常的发展。它最终酝酿着一个不可迟滞的辉煌，就是说经过至少10万年量的积累，到了夏商西周时期，终于产生质变，导致了中国医药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指出，夏商西周三代已在植物类药、动物类药和矿物类药的认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河南安阳商代妇好墓中出土了一个玉杵臼，杵身和臼内存留有浓厚的朱砂痕迹，肉眼便清晰可见。在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出土了30多种植物种仁，其中可做药用的有桃仁、杏仁和玉里仁。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草药与中医学理论同步到达一个成熟完美的境界，《诗经》载有300多种可入药的动物、植物、矿物，另外众多的古籍中均有大量的药物记述。佛教四大石窟之一的洛阳龙门石窟中，有一个镌刻于1400多年前北齐武平6年的药方洞，现存我国最早的石刻药方，是我国珍贵的医疗原始记录文献。
药方洞中刻有医籍，记载药方147个，现存完整药方118个，其中药物疗方100个，针灸疗方18个，治疗病种达37个，保存了唐代之前可信的原始记录，被称为传世医学文物。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文献室的研究人员发现，药方洞中记录的处方独特，多为单位或二位药物组成，方便校验，廉价易得，多数药方至今仍有研究和应用价值。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这些东西呢，里边的一些小刊北魏晚期又陆续开凿了一部分，但是呢大部分是这个是北朝晚期和初唐。这王老师，他这个一共刻了多少药方？一共刻了140多个药方。这些药方呢基本上都是民间验方，在农村呢就是平常能找到的药，有的呢一两个药就可以治一个病。历史悠远的中草药在整个中华大地之上散发出浓郁的药香，而做工精美的各式制药工具也同样令人赞叹不已。今天中药的制药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古老的工具许多都不再使用了，但是前辈的智慧却传递给了我们。我们从中感悟的不仅仅是前辈在中药制作方面的智慧，它还内含着一种永远割舍不断的深厚情感。看到浙江诸葛村保留的这篇有64位中药写的祭文，以及当代中医名家书写的处方，让我们在浓浓的墨香和淡淡的药香之中，深切感受了中医文化的独特魅力。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为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全国各大医院病人对中医药的需求量非常惊人。我们现在一共有90个工作人员，每天的这个工作量，汤药处方大概是15000副左右，那饮片的用量大概是3吨左右。这个就是健穿，也是消那个消肿胃用的。扁豆这都开胃的，有些肿胃病人胃口不好。自古以来，我国的中草药是以药式的方式流通。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大药式，因药材多、质量好而名扬海外。关于这个地道药材来讲啊，可以说是咱们国家是啊，这个哪省都有。你比如说是在我们北方内蒙古甘草麻黄肉苁蓉在我们河北省黄芩之母柴胡在山东的鸡阴花花楼，广东的化州鸡红火香这个阳春砂仁，那四川更是出名的最多了啊，春兄啊、春贝母啊、黄连呐、是不是春牛膝就是四川生产的啊？生理菊花、牛膝山药是四大怀药，那就是沿黄河流域胶州地区的五支博爱，这个温县沁阳这一带出的，浙江的浙八味，什么元古索了、杭白芍了、杭麦冬了、白术了玄参了、白芷了、杭菊花了，这都浙江特产，因此我们就历史上就形成一个地道药材。中国各地有许多著名的中药老字号，在漫长的历史中，他们坚持以诚信为本，厂店一体，服务大众。秀丽的西子湖畔
有一家闻名遐迩的江南药铺，这就是胡庆余堂。胡庆余堂的创始人是人们较为熟悉的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我们走进这个充满中国文化意味的江南药铺，浓郁的药香扑面而来。高高的店铺里整齐排列着存放药材的锡罐和青花瓷瓶，包药人在不停地忙碌着，收钱人噼噼啪啪的算盘声弥漫在这个宫灯高悬的百年药铺中，是那么和谐温馨。就算不买药，置身在这样的环境里已令人赏心悦目。胡庆余堂与中国其他著名的老字号一样，能经百年风雨而不衰。其成功的秘诀就是胡雪岩在创建胡庆余堂时亲自定下的堂训，戒欺，就是要真材实料，不欺骗顾客。这也是中国中药人从一入行时就信奉的严律。经过近万年的不断发展，中草药为中华民族的健康保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日益被国际世界所了解和接受。人们在惊叹中药治病的神奇疗效的同时，对中药的多变性仍是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我国许多很好的中药因种种原因被阻隔在世界医学的大门之外。中国当代中药人看到了中药在世界医药领域中的优势和不足，他们以中国丰富的药源及临床经验为基础，开始了走向世界的艰苦跋涉。在1997年12月9日，中国有一个复方草药之际，通过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心脑血管临床用药申请，并直接进入二期三期临床，为中国中药以现代化的姿态进入国际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个药品就是天津天士力集团研制的复方丹参滴丸。我们走访了一位六年来一直服用复方丹参滴丸的心脏病患者，他告诉我们：我们学校的校医啊，这个因为知道我这个有这个心脏供血不足啊，这个左心室肥大，右什么这藏刀组织。后来我们那个大夫给我推荐，他说现在天津呢有天士力产的丹参滴丸挺好的，他自己在吃起来以后呢感觉啊也非常好，尤其他这个剂型小，比较方便，所以现在我几乎就是不离身了，我总带着他。所以你说我去呢上这个云南去，我说呢每次我都带着这药了，从云南去呢我晚上睡觉怎么翻来覆去就上不来气儿，我说在高原怎么回事呢？我一开始还不理解怎么回事，我心脏犯了，我吃这药了，哎吃上就好，那我再不吃他那种又不行，就在云南那个地方，它海拔2000多米高，高原反应就不行，这个我就坚持还是坚持吃药了，一天吃上那么两次，哎没有反应了。然后后来我拉我们到玉龙雪山要上5000米的时候，我就有上去，我就这已经有高原反应了，就缺氧，本来就心脏供氧不足啊，到那地方它氧又少了。后来这个我一想，很难得的机会，玉龙雪山很难，很少人去的，纵然积雪的。后来我想我上，我就干脆那治疗量吃，上去什么反应都没有，但是我就想这个药确实对我确实管用。为此我们来到了天津天士力集团有限公司。当代中药人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把中药现代化的问题放到了首位。在实验室我们见到了复方丹参滴丸研制人员之一的吴乃峰。
他向我们介绍了陕西商洛丹参种植基地的有关情况。那我们在丹参的这个品种上呢，我们在商洛这个培养了一个药园基地，这个基地呢现在有种植的就是6000亩的这个种植丹参的这个药园基地，另外呢还有200亩的试验的基地，还有50亩的种子园的基地。我们目的呢就是为了做道地的中药，要道地的药材，标准的药材呢做出标准的制剂来。如果要现代化就必须得从原料药材现代化，因为原料药材过去是野生的，现在变成加工已经不够用了，是不是变成再配品了？因此国家现在国家药监局制定了药材栽培的 GAB 吧，啊，这个规范化的种植必须得这样。你原料药材要是保证不了其他的中药炮制、中药制剂，那恐怕就影响它的疗效。天津天使力生产的丹参滴丸全国很著名的，那是现代化的生产技术，但是它从原料上这丹参怎么办，在市场上买什么算什么，它恐怕是这个这一点它不能够保证它的药品质量。因此它在陕西商洛地区啊，自己这个规范化种植的，我记得在《宋代途经本草》上就有记载啊，丹参呢出陕西及随州，随州就湖北省，陕西就是这商洛地区，就指着这点地方。临近傍晚时分，我们才见到了严总，便抓紧时间向他询问复方丹参滴丸申报美国 FDA 的有关情况。哦，好的。我们复方丹参滴丸呢，就是在国家这个科技部组织下，国家科技部、中医药管理局，还有我们国家的药品管理局，这些重点的部门呢，当时就组成了这样一个申报美国 FDA 这样一个团队。复方丹参滴丸当时就是在1997年是这么去申报美国 FDA， 当时大家都是捏了一把汗。认为说我们，这个美国呢，它本身对这个中药本身在这个文化上，在这个社会观念上，还有这个对这个中药的这个一些认识上，它都存在一定的差距。我们当时这个认为这个也是可以说是，也可能说是50%的可能性，也可能40%的可能性。那么他们这个专家这个经过几次的这个审评，就是我们通过了这样一系列的活动呢，就是复方丹参滴丸当时是美国 FDA 接受到这个全世界中药的第26个，我们是中药了作为处方药来申报美国 FDA 的中国是第一个，那么在这个全世界作为心脑血管药也是第一个。美国 FDA 有关的专家说，我们等了好长时间，你们终于来了。我们去美国申报 FDA 这个过程，包括材料准备啊，我们一次一次的派专家和这个有关的这个参加这个答辩的人员去美国，可以说我们当时这个连美元这个路费都是到处去借的，因为这个换汇的这个条件又不具备啊，那么都是我们到处去在个人手里啊，在这个其他地方去调汇，是这样困难这个去的。包括我们当时在美国 FDA 这个申报的这个3万美金，这个过程，你就是我们当时这个美元都换不出来。说天使力，虽然很年轻，但是这个积极性很高，而且敢于去闯这个地雷阵，就是这种精神嘛，就是企业嘛，做企业应该有这种精神。当时呢，也可以说，作为我们这个年轻的一些中药企业，对中药这种感情可以说这个责任感，我们当时就毫不犹豫的来参加过。他认为我们报去的材料，认为他很惊讶，他认为这个中国的中药他没想到能够研究到这个水平。这复方丹参滴丸进入这个美国 FDA 后边的工作还是很多的，应该说是这个任重而道远。在当代中药人的心中，
中草药进入国际社会，绝不仅仅是多卖几吨药，而是真正以高科技含量的中药制品在国际医学领域展现中药的实力。现在我国中药与国际间的合作日益增多，中药在杀灭体内细菌病毒的同时，能不断增强人体自身的免疫能力，调整人体各脏器的平衡，这也是中草药与西药最大的区别之处和优势之处。中草药的这一特性，在治疗艾滋病病人的过程中，再次显示了自己独特的魅力和广阔的前景。从目前来看呢，那么这个领域的话还没有发现那么非常强的抗艾滋病毒的中草药提取物或这一类制剂。从免疫增强改善病人的症状这个体征这些方面呢，这些药物呢倒是有。艾滋病人的这个带状疱疹的话说，它一旦发作的话呢，甚至就是光这个皮损，绝大多数很容易引起瘢痕疙瘩，造成大面积的皮损，这个疼痛时间有些甚至几个月、一年，往往这个症状都消失不了，所以病人整天在这个疼痛的痛苦之中。还有呢，比如说艾滋病的这个消化道的真菌感染。病人整天痛苦的一天的腹泻呕吐的过程中间，有些腹泻一天可腹泻的10次20次甚至30次，而且瘦的皮包骨头，色彩上完全呈奶酪状的，而且呢就像牛奶呀，就是说这种人站在整个口腔咽喉部全是的。但是呢用致霉菌素各种抗真菌的药物解决不了问题，但是用中药以后，这次看刚刚一个星期病人出现这情况，脸上你看看皱纹也消失了，病人也胖起来了，也能够走路了，这就是这个中药。说科学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西药用上去它只是压制病毒，并不是消灭病毒，说它要终身使用。因为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疗法它再好，假如是终身使用的话，那都不能认为是一个很成熟的疗法，特别是对传染病的治疗。祖国的这个医学的这个保护当中，辅证的药物是很多的。那么对于这些药物的话，把它科学的使用，那么通过严格的试验，把艾滋病的治疗呢推到一个更高的阶段。笑容，你是怎？